各位投资者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节目，我是刘銘卿。我想呢，在今天下午，当然这同时间，等一下会有这个陈时中部长的这个记者会，到底今天的感染人数如何？事实上呢，其实我在今天标题叫做什么？市场失灵啊。事实上，我在连线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了。当然，市场失灵这个东西是在所谓的一个什么？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在所谓的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名词哦，应该是不知道是。总体还是个体经济学啊，哦，应该是 micro 里面的这个个体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名词。当然指的是什么？供需上面的一个失灵啊，使得本来什么完全金融市场变什么什么市场。不过那不重要，重点是我们把它应用在今天的这市场上面叫什么？今天这个市场基本面你也不用看了，技术面更不用看，因为你找不出任何的一个止跌点，对不对？那筹码面呢？我可以看哦，真的。投信持有越多会跌越深，为什么？那投信持有越多的股票，不就是基本面越好的股票吗？类似像建车这种股票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我说真的，老实说，其实这里的一个持股操作的方法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止稳再进场，因为你不是很有好几亿，你不是巴菲特。那另外一部分就在哪里？巴菲特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千万千万不能干港。你看巴菲特讲这句话，言犹在耳，对不对？还英勇晚在哦，投资朋友，有人出事了，等一下跟大家报告，好不好？昨天就是因为有人出事情才跌成这个样子，而且这个人不是谁，这个人其实我在节目也跟大家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，高风险，对不对？不一定高报酬，那低风险呢？我请问你，对不对？是稳定低报酬的嘛？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他说这样，应该这样讲：低报酬呢不一定低风险，高报酬对不对？高报酬的一定是高风险，但低报酬不一定低风险。等一下给你看这个东西叫什么？桥水基金。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，我觉得哦，太离谱了。因为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去研究过那些桥水基金到底持有什么东西。我后来只是发现到，那你干嘛买桥水基金？我请问你知道吗，投资朋友？如果你去年，我们先不要从崩盘前来讲好了。如果你去年买的是什么？什么摩根斯坦利、环球时机还是环球机会基金？我忘记了。你去年的报酬率是多少？是五成。我没有记错是五成。我有空再转这给大家看。你买一个什么富兰克林、坦伯顿那一类的，至少都有三成到四成以上。结果你买桥水基金，去年报酬率有没有五成？没有。有没有四成？没有。都没有。对不对？都没有。结果今年呢，你已经哭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到昨天的净值不算，对不对？到今天的会哭不出来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跟大家报告，我们不多讲这个哦。大家在讲这之前，投资朋友，其实我刚看到一个好消息，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。人家在复工了啦。我说真的，现在疫情不是重大因素了。现在的重大因素是桥水基金，重大因素是什么？市场的去杠杆化。而且是强迫去杠杆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其实我在昨天，我在 Telegram 有贴，其实有空去看我的粉丝页，我有贴那一整段桥水基金的操作方法。他去买美国国债，去质押来的钱，再去买美国国债。然后呢，这个怎么样？他是做套利嘛？美国国债它有一定的价钱价值在嘛？美国国债很安全吧？美国不会倒啊，对不对？顶多是发新债还旧债而已嘛。对不对？然后去买股，去买黄金，去做他所谓的什么 risk parity 风险评价。但是因为杠杆的关系，今天来了有一个人说我要赎回，但他现在我跟他先跟他讲哦，达里欧昨天出来否认，说不记得逮鸡哦，我先讲，但是市场是这样讲的。然后有一个人要出来赎回，那个人叫做中东主权基金，其实后面的人是谁？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要赎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油价太低了，现在油价20块，我了急啊，我没钱，我把桥水基金赎回了，这几年投资那么多在桥水基金里面，它几乎是里面的前几大股东之一，是不是第一大我就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桥水它能够透过卖股卖 ETF 就能有那么多钱吗？没有耶，它必须要在卖股之后，对不对？它假设，因为我刚刚讲了嘛，它把美国国债买了，把 ETF 买了之后，再拿去质押，再借钱，再来买。他卖出的东西是双倍的，凑钱还给谁？当然他否认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很惨了。那你说，哎，会计师，你又说广东复工？那今天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们连线的同时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深圳跌超过2%哦，应该是跌超过2%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有。
为什么？你就问到这个问题了，等一下给大家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些深圳的中小型股今天也很惨。那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上证跌 1.09%， 深圳深圳拉起来了，跌 0.48%， 跌完有点拉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来，等一下给大家看，因为桥水基金的持股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桥水基金的持股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来来，给个注意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，这张是昨天达理欧的东西。你看，瑞达理欧，对不对？会看吧，对不对？他的所有的基金，包括他的这个什么自动操作、自动下单的基金，叫什么全天候基金嘛 ？Always Always 哈，十趴的这个波动率的基金 ，Always 是什么 ？Down， 对不对？跌了大概12%，哦，这跌了大概12%。他说这今年的绩效，对不对 ？Always 12%的一个波动率的跌14%，对不对 ？Always 哦 ，China RMB is down 多少？9%，所以人民币的跌最少。那会不会从人民币里面去抽钱出来呢？会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其他什么 PO Alpha 就是它的旗舰基金跌14%，PO Alpha 18%的这个波动率，就是都算过计量的啦，跌21%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PO Alpha 哦，这个主要市场的基金7%，然后呢，这个 PO Alpha 的一个主要市场基金21%波动率的11%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怎么样？这个什么？什么最适化的投资组合的，对不对？这个10%波动率的是18%左右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一定不止这些，对不对？至少都每一个至少都多跌5%啊，或4%应该是有，对不对？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桥水，你拿钱给桥水买基金，你说到对冲基金，哇，这个达理欧走的什么走计量的，我告诉你，一个银杯上，哎。他买什么？投什么？他是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哦，达理欧创办跟管理哦，去年还大买台股哦，我记得那时候我拿出来跟大家讲过，他去年第三季大幅度加码台股，对不对？他买什么？SP 五百，对不对？他买什么 ？FTSE 的什么新兴市场 ETF，iShare 的什么 CoSP 的500 ETF， 对不对 ？SPDR 的金股哦，就是。就买黄金的嘛，对，还有什么 iShare 的什么巴西 ETF， 投资朋友，惨嘛，原来都只是买 ETF， 不公斤要挖搞。那如果要赎回来的时候，他也怎么样？他一定会去卖 SPDR 的金股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定是黄金，他一定会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iShare 的 MSCI 台湾 ETF 是12大持股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由贝莱德发行，全名叫 iShare MSCI 啊，这个 iShare MSCI 台湾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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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ap 的什么 ETF。对不对？哦，基准指数就是台湾 MSCI 台湾25跟50个指数里面，所以这些大成分股里面不乏台积电跟鸿海嘛，还有大力光，不就这些股票吗？对不对？你看起来它只有34亿美元哦，这是这一档股票，但是达理欧不止啊，达理欧怎么样？它帮350个全球性的机构管理1600亿美元的资金，结果低报酬但是风险这么高，它都借钱去玩。还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买了一本书，达里欧写的什么大债什么鬼的，我忘记了，我还没看，对不对？票赢瞎扯，增加自己的绩效好不好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这种，我说真的，要买这些 ETF， 你不会自己去买吗？对不对？我最近无聊去研究高收益在里面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，因为最近高收益在跌很多，我知道他有买能源债，我知道他有买。能源产油国的债券，什么巴西啦、墨西哥啦，对，买墨西哥石油债券都有。那我说真的，那你何必去买联博高收益债券呢？不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买？你直接去买，那里面很多组成是什么？电信股的债券，什么威瑞森啊、AT&T 的债券，那都4%5%。他 EKBA 的债券呢、啊？啊，我请问，那你还去买高收益债券干嘛？没有错。那个搭起来不会到它的收益的标的，因为它是透过搭一些 BBB 或 BBB 等级以下的投资等级以下的债券搭成一个7%8%的一个结果，但是那些公司有没有可能倒？说不定呢、欸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不想花太多时间讲桥水了。你看到说真的，你去买个对冲基金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去买 ETF， 那、啊、你不会自己去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不会自己去买就好了。结果你看到现在人家要赎回，他还要去伤害这些 ETF。你看就被谁赌对了？你看，投资朋友，独眼龙就赌对啦。我也跟他讲过，独眼龙在去年八月份接受采访，他说被动投资已成泡沫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最近看行情，我的感觉是这样子：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忧的是
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好的进场点让会员去买股票。虽然我知道这些公司都很好，你会怪我说，你用嘴炮，投资朋友，我没有都嘴炮，我再跟大家讲，我真的没有都嘴炮，我是为了保护你，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我真的是为了保护你，你看清楚，我在三四天前告诉你的，我觉得实权很好，我没有下去买；我觉得原相很好，我没下去买；我觉得宇瞻很好，我没下去买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我觉得反甲很好，我也没下去买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还不到我应该去出手的那个稳健的点，我觉得还不到我应该出手的那个稳健的点，投资朋友，我觉得还不到，但是我觉得快了。我讲完连续三天都跌停板，我干脆改行算命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没到，但是我觉得快了。接刀是有风险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办法接。我们也去接刀，我们接这一支的刀子，我想说接对了。没想到今天又打回原形。我明觉得这家公司很好，你自己去查股价就知道，这公司有什么不好？它跌了150元，我下去接有什么错误呢？就今天打到跌停板，投信连续买三天，对不对？今天打到跌停板，我们套牢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一则以忧嘛，一则以喜是什么？那些存股社团全部GG了，投资朋友，不管你存的是玉山金。不管你存的是中信金，我真的没有看过那么多股票跌，那么多金控跌停板过。还是你存的是什么台新金，对不对？那你更倒霉，存什么？不要更倒霉啦！你看，昨天才跟你讲到台中银，保家跑了你还不跑？台中银盖大楼，告诉你第二次的卖出去闹，你也不跑，把我讲的话当成耳边风，结果倒大霉的是你啊，好不好？结果倒大霉的就是你。包括是什么？中华豆腐，对不对？卖公我不跟你讲，你买以为都连存股都没下。哎呦，存股达人，我每天我去那个超市看看豆腐卖的好不好。我去，不好意思，我笑死人啦、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股票万一你有100张，你都很难卖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我说真的，这公司不是什么烂公司，对不对？你无论如何，就算你再怎么样被隔离怎么样，你可能也想要吃豆腐。他也不只做豆腐，他也做豆花，我都知道。但是也不需要你们这些所谓的理财达人每天在那边吹嘘吧？那现在理财达人吹嘘最凶的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这档快要下市的，但现在不用下市，叫做什么？元大 SP 原油正二，还有另外一档叫什么？接口原油，对不对？不是叫你困，不是叫你睡马路的啦。接口原油正二，你看看，投资朋友。速度有多快，投资朋友，比子弹还快啊，对不对？20元到1.52块，你要买什么股票才能赔到，然后才能赔赢它？买不到，那也是理财达人教你们的啊，对不对？名字我不好意思讲了，人家贴给我看，我说真的，我把他名字遮掉才贴给你们看的。不要做自己看不懂的股票，好不好？真的拜托大家，对不对？不要做自己看不懂的股票，尤其现在是这个市场失灵状态，对不对？连我认为很好，跌了150元的股票。出手买昨天赚钱，今天竟然跌停板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也告诉你，事实上我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，我都事先讲在前面了。3月9日的神龙，刚好最高点，刚刚好，刚刚好最高点，自己回去看，我怎么跟你讲的？我拜托各位投资朋友，好不好？什么印度原料药不能出，中国原料不能出。啊，这些原料跟你是有什么关系？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其实你有空回去看我今天就是讲什么，好不好？有空回去看看。我说真的，旭富我准备可以买了哦。我比较喜欢旭富，为什么？因为旭富有稳定的配息。旭富去年配了去年有赚了7.19元，我可以准备买旭富了。我先跟你提醒大家，如果国安基金进场，今天晚上有这个国安基金会开会，要不要进场？如果进场，我可能就买旭富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稳健配息，但是它呢，投资朋友。想当年我在30块钱，在40块钱告诉大家它是生技股台积电的时候，你们充耳不闻。到了100元，环球生技月刊写在大标题里面，你冲进去买，套到现在，拉到37.5，你还没解套。那个时候还是马博士的年代，我跟大家讲，他的总经理姓马，那个时候董事长挂谁？对不对？挂高清院啊，对，挂高清院哦。你看到，投资朋友，你看到这些，好像在开玩笑一样，别人的钱都不是钱。你回去看3月9日节目，我今天不想多讲什么，我还讲了什么？
三月九日不是一堆人去买什么俄温枪，买几堆。我说，在我心目中，我只看了这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它叫泰博，我觉得泰博不错，但我没有去买。不是一堆人去买吗？对不对？豪宅，对不对？豪宅，好、哦，松汉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什么？你去买这些股票，你还不如去买泡面。哎，昨天来了，昨天什么全联什么等等，说市场在传什么什么什么等等，我不要乱制造谣言，制造恐慌。昨天一下午，我朋友就跟我讲，哎，你要不要去买东西？我说干嘛？哎，那个大家在抢购，他照了一张照片给我看。哎，泡面，他下午七点去的啦，7点还8点，因为下班都比较晚了，剩一个什么什么排骨鸡面啊。然后他就骂了一个字啊，对不对？他骂了一个字啊，你看这些人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疯狂了。我在两个礼拜前就叫你去抢泡面，你都不听。你问我有没有去抢泡面，我没有去抢，但是我去买了5包统一肉燥面啊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吃统一肉燥面。我说真的，那个肉燥的香气啊，是别人是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蛮推崇统一肉燥面。好不好？这我不多讲，因为这不是美食节目哈，给大家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旭富，不管是神龙，如果再下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会去买旭富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你讲了，我提早跟你讲，但是什么时候买，麻烦大家注意我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我今天早上贴这个新闻，穆德我们早就获利了结了，上次公布他说，哎，他要现增，我就卖掉了，赚了一大笔啊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其实我欣赏这个企业家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欣赏这企业家，他去做，把他的这个新思维去申请一个专利，对不对？他说口罩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不是口罩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不织布嘛，南六就会做啦，对不对？连那个谁也会做，新鲜也会做嘛。重点是把那个东西弄上那个什么挂耳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说怎么样？最难是在左耳两条挂耳的束带要绑上去，才是脱滑管的参卷。这关键，他说他建议啊，哎，考虑改发口罩跟束带，弄回去自己绑，对不对？如果自己绑的话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当然就比较麻烦一点点，但是就突破产能关键了，对不对？那他说，说真的，我今天我认真看完这个报道，他说其实他之前不了解这个东西，他不了解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什么？疫情要等什么？第一个是等疫苗解药问世，对吧？没有错嘛，这需要等，对不对？但是做疫苗的人才才不过1%，你把所有的寄托都在这1%上面，思维太被动了。除了等待之外，99%的科技人口应该做点事情。他就是说，哎，他自己该做点事情。他告诉你，他去研究口罩的功能跟结构，发现口罩是防止跟过滤病毒，为什么不能主动杀死病毒？对不对？像散热风扇有被动式跟主动式的差别。所以不得送出可吸式灭菌口罩结构专利申请，目前还没设计出来，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，对不对？像是口罩连接空气帮浦，吸进呼出的空气都可以先透过高温杀菌再冷却，实际上也包括什么紫外线都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目前基本架构跟关键零部件都有想法，只是他不是生意专业，哦，他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找人一起合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当然这个，他说怎么样，要政府跟民间力量来讨论，哦，那当然这汪董事长啊。他之前让我们赚了一大笔，我说真的，我运气不错了。这有人问我，对不对？有人在粉丝页问我，我跟他讲早出掉，我们都出掉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今天汪光下的汪光的董事长的股票，他打到快跌停板，但是我觉得我迟早会把它买回来，因为他这配息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但现在配息多好，真的没有用。投资朋友，昨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元泰公布要配2块现金？请问你今天市场有管他吗？我才插你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公布这个恐慌状况是没有用，但是我在这边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在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下，请你把这一段认真念一念。我昨天讲过了，你这时候不要再笨到用融资操作了，你不要再笨到去买什么，去买权证了。你走去温系耶，你要买认售，哎，可能可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要买认购权证的话，我给你温系耶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。你看巴菲特的他说会暴跌到 50%， 你看这些股票我帮他统计是昨天的跌幅。他持股第一名叫美国运通，没有错吧？ American Express， 我只是用中文写而已，美国运通昨天跌 14.82%， 对不对？卡夫亨氏跌很少，卡夫亨氏他持股更多，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他已经编合并报表了，他编进合并报表，所以我们不要算，对不对？你何时看过可口可乐跌 4.94%？ 事实上这是尾盘有点拉上来，我记得盘中跌不止这些啊，对不对？那伯克希尔就是巴菲特的跌 8.55% 嘛，对不对？波音 17.92%， 西南航空 8.1%， 富国银行 5.1%， 穆迪 13.73%。 哎，做个评那个
做个债券平等都可以弄到跌那么深，对不对？美国银行 5.31， 达美航空 25.99， 维萨卡就 Visa 呢 5.96， 对 Bank of New York 是什么？这个跌了 13.92， 这一些都是它的前十大持股。你看它跌幅够惨了吧，对不对？它跌得这么惨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它都限股啊，一北系啊，它也没有杠杆，它也没有像达里欧一样拿去跟银行借钱，它没这么做，所以它不会死。等下一个多头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哇，还要赚多少。可是相对而言呢，如果昨天中国的传闻是真的，但现在他出来否认，不，那萨尔曼没有来赎回哦，那中东主权又没有来赎回，他否认了。但如果对不对？如果他们真的来赎回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就听不到达里欧这个人了，像一颗流星一样，哎，就砰就不见了。你记得谁？投资朋友，你会记得谁？你会记得这一位吗？独眼龙吗？大麦空间这个独眼龙，他告诉你被动投资已见泡沫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当时我在八月份的时候，我带会员做一档股票叫做智威，我还记不记得？噼里啪啦涨了20%，走掉了，哎，还好又走掉，都 打回原形，报到跌了70%掉了，我不知道做什么什么体感游戏的。当时我去买智威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润泰任他的股票任在非常高的高点啊，总会做解套，一解套我们就走了，我跑得比谁都快。那我只拿这个来举例，要去关注的是什么？具有潜力的小型股，而不是那些 ETF 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结果搞了半天，大型机构都在买 ETF。我今天问了我朋友，我朋友他们之前有买过桥水的，他们以前在买桥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桥水没有在买 ETF 啊，这几年才开始买 ETF 了。他这样跟我回答，我是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研究过去几年桥水的持股，因为我没那么有钱买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何必呢？我不会自己去买 ETF 吗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那些高收益债，我看了半天，我不会自己去买 AT&T 的债，我为什么不自己去买这微瑞森的债？对不对？那些最安全啊！而且那些公司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像 AT&T 公司债还折价嘞。我不是被黑了黑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多讲了，好不好？昨天跟大家讲过，要不是行情实在是混沌不明，不然我也要买联茂，对不对？要不是行情实在混沌不明，我刚跟大家讲过了嘛，这些所谓的中国新基建概念股，我认为钱撒下去一定会有用的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老基建当初2018年11月金融海啸，对不对？老基建四兆投资，2020年三月份新基建25兆投资，事实上它已经加码到47兆了，对不对？后面再加码多少我就没去看了。什么新基建，对不对？包括吸收民间资本，包括推动什么 DDP 还是什么 DPP， 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来投资数位化的基础设施。那我跟大家讲过，这些中国新基建包括什么？5G 基站的建设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像什么联茂啦，像联茂啦，对不对？联茂啦、泰硕这些股票啊，旗宏啊、台药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还蛮不错的股票，止稳。优先布局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新能源车里面，我说真的，反甲、茂联跟和大，我会优先选择反甲。哦、然后呢，伺服器里面，伟影、反甲、翔硕、普瑞。哦，翔硕其实昨天股价走势很强，不过今天应该就跌回去了吧？今天跌停板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等它跌多一点，你可能买更多。对，四星今天跌停板，昨天只有跌一块。哦，这边跟大家讲，这个都是其实都还是不错，只是怎么样？你这时候你或许还是等大盘止稳。我也跟大家讲。国安基金宣布进场，我们一定进去买股票的嘛？一里利比被勾撇了啦。他如果说不进场，放任大家去震荡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时候你进场去买股票的话，我敢这样跟大家讲：如果你现股买进哦，你放半年不赚，那才有鬼。而且现在是已经低于十年线，前几天都要跟大家谈十年线的什么有没有支撑。今天是直接灌破十年线，十年线不是在8600哎，你不要搞错了，好不好？十年线不是8600点哦，不是哦，对不对？更不是什么，更不是8353点，现在逆价差300点，你看这外资都不相信政府会出手了，你看台指期几乎收最低，对不对？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没有收最低哦。结果台指期收最低，因为这就看衰我们政府了。我希望明天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那优先考虑什么？我讲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些股票，投资朋友，泰硕你看跌停板哦，还好没买，对不对？今天比较有反弹的是什么？日本人把超重都买走了，对不对？
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好朋友双红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优先考虑的主要重点之一。能够在今天没有跌停板，是能够逆势上扬的股票，那是真的是超级强势股啊！你看今天连什么，连我们讲的是什么世纪钢筋都躺平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我说跟大家讲，等他们真的有办法睡起来，等整个大盘止稳，再要进场再进场，好不好？环球金这也是一样，昨天很厉害，今天都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这个还是今天还是没有时间讲到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跟投资朋友讲，其实这种杀下来不是什么坏事。如果指数在12000点，你还在那边笨到那边存股，你当然是最后输到一屁股嘛。你说，哎、欸，还好我们买的不是台积电，结果你买的是什么？中信金，结果你买的是什么？玉山金，跌幅都不输台积电呐、啊。那你要科问呐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有股息可以领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金融股，尤其他们在中国有曝险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我不晓得。哦，不要问我，对不对？不要问我，好不好？我昨天才点名。昨天还点名中信金，一堆人以为我们教会买中信金，没有一张都没有，好不好？一张都没有。大破之后就要大利了，对不对？大破之后就要大利。我们讲的全球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有些商机不见了。航空，对，我们不是巴菲特，不用这时候买航空股，好不好？但有些商机出现，我讲的，侯明孝说的嘛，本来伺服器7%7%两年，改成10%1%。今年就看伺服器，所以我会去找伺服器股票来买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看法。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，当然说真的，这几个字我好想拿掉、啊，叫美股重挫，停损卖压出笼，因为美股每天都重挫。在我们的此时，我刚看到美国股市是什么？哎，是熔断，又熔断，到底是要跌到哪里去啊？说真的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没有这个答案了，对不对？美国股市啊，它又熔断，我们来偷看一下，我、哦、这个。创业板今天涨1%，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庆祝中国全面性复工啊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美国股市今天盘中又熔断，哦呀，没有了，哎，剩跌469点啊，大家开心一下好不好？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一旦国安基金宣布进场，我们就准备弯腰捡黄金，先布局先享受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